大飛看天下，有時不得不佩服大紀元，他的國內的新聞的資訊度是真的最快的。我今天就一早去了展覽的會場，臨去之前做了兩次節目，現在今天的工作完成，這次 馬拉之旅就做完了，4點鐘回到酒店。咁今日唔出去噶啦，因為其實我呢度咧離食飯嘅地方好遠咯。咁咧第一晚咧，我自己行去食飯，來回都半個鐘。咁啊喺樓下有快餐店買一啲嘢食。咁尋晚又買咗少少嘢翻嚟打包。咁啊今晚咧就喺酒店正正經經做埋今日啲節目啦，做得幾多幾多。因為尋日偷咗懶，你聽到我把聲都因為喺會場裏邊同好多嘅華人商家啦，咁不停咁樣喺度溝通，其實講足真係有十個鐘頭嘢，今日亦都冇停過。話佩服大紀元係因為李兆星，李兆星係乜嘢？前外長，即係話係而家係王毅，之前係秦剛，再之前就係王毅，再之前就係楊潔篪，楊潔篪之前就係李兆星。李兆星很多人不是很知道他是誰，但是根據中國那陣時仲是集體負責制的時候，是七上八落，即是67歲你就留任啦，68歲你就要收工啦。咁結果今日發現咗82歲的李兆星在上個星期四，即是一個禮拜之前，接待澳洲的一個外交峰會上高，李兆星是做大團那個，即是82歲高齡，今時今日重出江湖，這個真的破了中國有這幾十年，這二十幾年定下來的規矩全面打破。那你問為什麼李兆星會出現，大家都不記得他了，不是，大家要看到李兆星他本身就是專科，就是做外交政策，或者他曾經做外交外長，這樣的環境，那他出來的必然在這一方面。那就你要問了，現在習近平權傾天下，一個人處理了所有的事，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找李兆星出山？是不是外交部出了什么问题？还是无人可用？还是说根本上就已经不听指挥？之前有赵立坚被炖冬菇，跟着就秦刚失踪，到今时今日还要被美国驻日本领事在那里笑，下岗这些人即是失业。那你就知道中国很紧张。近期唔單止係解放軍，好多人都會唔見咗，譬如好似最新嘅李尚福一樣，唔見咗到而家已經18日，有好多人抵住咪問阿毛寧，我哋外交部發言人，喂，李尚福究竟去邊？佢根本上連答呢個問題都唔夠膽正面答，係咁嘅話，即係好有可能連李尚福都已經出咗事。習近平手底有冇人？冇人。其實你用到李兆星，就即係話你已經手底下係冇人，尤其外交呢方面，王毅係不停咁樣頻頻撲撲。但係由之前嘅落玉成鄧東姑，大家應該都記得落玉成係咪？落玉成鄧咗去港電總局，話就話平調，實際就係鄧東姑喺嗰次嘅拳鬥裏面，佢明顯嘅就係輸咗俾秦剛，但係。輸了給秦剛而已，但是到最後駱玉成都在上年被退休，即是說外交部真真正正做得事的人和資深的人，沒有一個現在 在習近平的法眼裡面，即是看你不上眼。那究竟是什麼事？其實這種這樣的戰狼外交已經沒有辦法走下去，本身外交部就有兩種聲音，譬如好似親美，即係話比較親美嗰個係秦剛或者之前嘅崔天海，
一是就是反明，即係趙立堅、王毅呢一班人。咁喺整個局面嚟睇，秦剛因為大勢已去啦，而家都唔知喺邊度。你無論佢係犯咗咩事都好，連正面都唔敢提。咁而最重要嘅，秦剛本身就係習近平嘅親信。咁樣嚟到呢一度揾李兆升出山，會唔會就係對於王毅或者王毅嘅體系不信任？我哋習主席每一日都要鬥爭，做乜嘢最緊要就有鬥爭，有鬥爭就有計傾咯。喂，呢個就係我哋而家中國喺咁嘅環境，好多人好多事就唔夠膽放手做，但係而家中國嘅外交政策已經出現咗極大嘅問題。因為全球西方國家，甚至已發展的國家，或者發展中的國家，或者第三世界的國家，對中國都開始陸續地遠離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要迅速地修復外交系統，即是說將戰狼外交去了它。這樣你能夠用的是什麼人？你用回王毅的，必然又是那句，責任不在我方，全在美國，責任不在中國，全在日本人。這些陳腔濫調說了10000次，但是今時今日再是這樣說下去，對中國的外交關係究竟還有沒有作用，或者有任何的得益？相信大家看我節目或者看人家的節目都知道，這種是不可延續的，已經搞砸了。但是你要這些人轉變，習主席說現在我們外交部要轉變了，但是你問我，我日日都鬧緊你，聽日你叫我唔鬧你，渾身難受。而最重要嘅，嗰啲人用咗10年時間培養咗呢一啲咁嘅思想，呢一種咁嘅做法，你要佢改，改唔改得到？能唔能夠徹頭徹尾去改變呢件事？如果唔能夠嘅話，咁樣你就好危險。咁李兆星點解出現？好有可能就係對而家嘅外交部作出一啲調整嘅先兆，亦都睇到嘅習近平係無人可用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一個82歲嘅老人家，佢點會出現？邊一個人令到中國自絕困境？其實喺呢度你就睇得到啦。節目做到呢度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嘅話加入會員同批藏，大飛安天娜需要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IM 澳洲移民公司專注移民20多年，為18至47歲香港人精選最出色嘅移民課程，全程學費港幣150000內，無需雅思成績。我哋為18到31歲嘅港人申請工作假期簽證。合资格人士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，有护理资格的港人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，办理劳工定居签证，无年期上限。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。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工同入籍，无论在香港、英国、台湾的朋友想移民澳洲，就快点找 Christy 啦。